三妻四妾啊，七个你爸呢？我是伟爸爸。哦，够厉害啦！你有我都东西做甲抓出来，还冒着性命危险呢。其实这里应该是，他应该有36宫72院啊，只是一部分，一小部分。哎呦，现在叫做什么啊啦？是啦。哎呀，哦，你看呢，含这个欠一个，你敢有需要？不，这规家伙啊，抓出来做公益啊，做公益就爱像安尼。啊，好，谢谢阿丽啊，不介绍你身边。这个班有这。各位现场嘉宾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文丽。刚刚上台表演的是我们的东泰歌唱班。东泰歌唱班，是的，东泰那个学员，是的，是我们班上的学员。谢谢啊，点点马达人，这个娇妹这样一个学员怕钱跑过来，好不非常感谢他们的伴侣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